你不错哦。Hello， 各位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LEGO 李国毅，很欢迎。帅不帅？帅。戏里比较帅还是戏外比较帅？帅。如果他是像鼻糖，你还爱他吗？超像鼻糖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但很可爱。OK。会笑的啊！来，第三位周小涵。哎，有吗？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小涵，在戏里面是蕾蕾女王。哎。女王。今天好像这个霸气也有带来现场哦，哈。接下来。对，连笑声都好笑。来，接下来这位身材非常的好，王嘉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嘉良，我是宋海明。比较喜欢被叫 Peter 还是宋海明？海明吧。比较喜欢海明，不喜欢 Peter 这个名字。很多人说海明比较可爱。对啦，海明是还蛮可爱的。当然，我们一一要跟大家来聊聊，他们真的有爱人在心上的话。其实这不是你，我觉得这是一个，因为现在的何浩一跟爱丽丝的关系还没有这么的明确跟明朗，所以这是一个何浩一想要照顾爱丽丝，何浩一想要让爱丽丝重拾她以前那样17岁最灿烂的百万笑容，对所有的东西，那之后会让大家更猜不到何浩一会怎么样和爱丽丝相处。变脸吗？不是，大家今天晚上一定要看，今天晚上这一集非常非常的精彩。好，真的。爱丽丝，到底13年前发生什么事？其实我好想告诉大家，但是因为我自己也才知道一半，所以我也跟大家一样期待。然后你自己也才知道一半？对，对，真的。你们想不想知道13年前发生什么事？真的很烦哎，每一集都在讲。我跟大家一样，就是在一直在等，一直在等着每个礼拜六。我是在等着每一本剧本，所以大家都在等，而且希望大家每个礼拜都可以准时收看，这样就可以知道会不会看。会。而且你那个变脸真的变得很厉害，17岁跟30岁，如果办法现场来一下，来17岁。习惯一点啦，来，接下来小涵这里头，女王啊，超霸气的，我已经被很多人讨厌了，其实也没那么讨厌啦，大家就是有一些误会嘛。但是说实在的，我每一次看到蕾蕾在里面的那个表现，都好期待她接下来是不是会有更精彩的那个身材的展现。哇，你这次在这里头也是很解放哦，然后旁边还有你的。对，就穿了2次泳衣。嗯，接下来还会有更，接下来期待王嘉，期待王嘉良好了。你期待他做什么？其实现在比较期待的剧情是我可以跟爱丽丝赶快和好。其他对我来说，我想要帮蕾蕾讲一句话，因为我们看播出跟我们看到剧本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觉得蕾蕾很坏。我觉得这个是一般正常女孩子。如果真心把对方当作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一定都会生气。对，所以我也很气爱丽丝为什么要去，要就是要有秘密不能说这样子。所以爱丽丝不会后来，她是那时候有喜欢 Peter 吗？要不然为什么不讲？为什么不讲？就是一个没有，爱丽丝没有喜欢 Peter。你不要吃醋，你不要吃醋，你很明显哦。哦，等一下好不好？等一下，好 ，OK。里面是
那个角色。对，就是搞笑啊。对，就是搞笑搞笑。你在里头是一个部落客的人嘛，其实在戏外也是蛮像你本身真实的身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演起来会不会就是觉得啊，根本就是自己啊，然后有点像自己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剧本里面一些台词什么，我要去泼文什么的，之前接业配对不对？业配我哎，现场真的很多人来看音声哎，谁看音声？哇，我真的觉得也是照顾大家这部戏。OK， 你看，哎，对不起，忍不住就想要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因为去年才发写真集嘛，哦，对的，对对对对，这里头的角色是，满明呢？好，那他接你接下来会对他怎么样吗？你说对，男的，浩一啊，嗯，很难说，很难说会有，嗯，你喝醉完都打电动了。平常也是这样吗？我们会有很多身体上的亲密接触。哎呦，你跟他吗？真的，我没有说错吧？对，是真的。我觉得私底下也是有一些。我们很常啊。真的吗？他在打球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有一点看不顺眼？不会啊，我一直耍帅。虽然我没有在那个戏里面，可是我都到现场，就会看浩一打球。真的？那你游泳的时候，他有跑来看一下？他想说，哎呦，我应该游得比你更。有吗？如果你们有跨过吗？有球场上，球场上，球场上，或者是游泳。嘉良一定比我会打的，肯定的。嘉良学，因为已经打学篮球出身的。好的，那最后到底谁会把那个爱丽丝拔走？这个当然。好啦，我想今天晚上会有更多精彩的剧情，